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59集，今天给大家接着呢分享传承系列的 Crankcase 这个名字的话呢，应该大家相对比较陌生，但其实对我来讲是还蛮深刻。我作为一个电影系入坑啊，这个变形金刚第三集里头推出了这款 Crankcase 叫做曲轴箱。台湾的当时反斗城给它翻译叫做爆冲啊，所以这个名字的话呢，翻译起来相差比较多，可能大家有时候会不太清楚啊，就是这个家伙。当然，它呢在Steel Series 也是有推出 Crankcase，不过它完全是用 Crobat 那个模具下去做的，根本就乱七八糟。那么这个家伙的人形的话呢，就是有这个闪亮亮的金色的辫子，不过这个不是今天要提的重点。它的车型的话呢是一台黑色的 SUV，那我们今天的这款 Crankcase 的话呢也是黑色的一个车子，而且它这个身上这个黑啊是有钢琴黑啊，非常非常的好看啊。有这种黑的玩具的话，印象最深刻还是电影系的铁皮的啊。黑道的话，你看这个反光可以看得很清楚啊。你看，我手指这边比个爱心你也看得到，比个钟你也看得到。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，为什么今天啊我会用车形态做开始啊？因为呢，它跟先前第一波推出的这个刹车啊，其实是小改模，也做非常小程度的改模。所以这一期的话呢，我们就从车型开始做一个简单的小对比。那单纯以车辆来看的话，哪一个好看？这个很难说。但是呢，以设计上来说，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 Crankcase 是比较 OK 啊，比较有创意的。首先是它的这个 bumper 这个部分呢，是可以拆下来。人形的时候的胸部是这个，那这个的话在人形下变成一个武器，也就是说呢，它的武器呢是能够类似，其实等于是武器也参与了变形吧，你姑且也可以这么想。再来是它的武器啊，一把小枪，黑色透明部件，它的话呢跟这个蓝色的这个刹车比起来，你看到没有？它后面的话呢，非常厉害，多了一个备胎。对，人家有备胎，我们没有，所以有备胎的比较厉害，而且还是黑色的。它的话更重要的是，它有两个洞可以选。果然有备胎就是不一样，果然是两个洞。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可以把这个部件呢往这一插，虽然是这个外挂，但是呢，肯定是比插在头顶上要好很多吧？所以单纯以武器的配件来说的话呢，Crankcase 可以说，我个人觉得是胜过这个刹车的话是胜过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啊。那么以这个透明的这个挡风玻璃来看的话呢，各位也可以看得到它里头一个红色的部件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一款这个 Crankcase 的话呢，因为是黑色，所以就感觉没有那么明显。那派系的标志呢，也是这个 Decepticon 的标志来的话呢，比较凶恶一点啊。尽管说它这个地方有个缺口，有个洞啊，在这边，然后呢，这个等于是单独一块金属的蓝色在这啊，不像这个是整个是一片的，有一个比较完整性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两者各有所长就是了啊。那两者相比较起来的话呢，就跟我刚刚所说的，这个武器的这个配件搭载的话呢，这一款 Crankcase 是比较优秀的。然后后方啊，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车子的一个密合度，由于是黑色的关系，所以就感觉没有什么动啊。那以侧边来看的话，其实刹车的密合度也是非常好的。那么呢，它的这个地方洞是在侧边，而它的洞是在后面，然后它的侧边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类似油箱的。所以说它的造型上呢，如果你单纯这样放在一起的话呢，可能吧，因为你包括车顶的这个长度面积来讲，可能一时之间你还不会发现它是铜模。就像我一开始，我其实也没有想到说这个叫我跟刹车其实同模，我是去变形一下之后发现怎么还蛮熟悉的，然后回去看我自己做刹车的影片，我才发现说哦，原来两者都是一样的啊。那轮胎也是一样，后面有铆钉，前面没有。前面的话呢，这个轮胎是只有做一半，是一个假的轮胎，那滚动性不太好啊，因为我这边这个轮胎它基本上推不太动，可不可以看到没有？你这样推，它本身就是过紧了啊。所以，推的时候呢，少一颗轮子会滚动，稍微有点可惜。那还有一点还蛮妙的，它的上面有蓝色的条纹，对吧？然后后面这两个部件是塑胶的圆形色，这里也是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它这个直接用塑胶的颜色去充当分色。OK，这各位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？这一点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啊，就是这款玩具在车型上的种种表现来说，我是可以给予一个蛮不错的分数的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 Crankcase 的一个变形过程。刚
忘提了，它的这个开门的话，它是由下往上开啊。反正刚刚的那个刹车，它是可以从侧边打开的啊。这可能是这个载具上的话呢啊，它输给这个刹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点。那这个轮胎的话呢，两侧把它往内翻进去，这个轮胎很容易去忘掉啊，因为你没有变的话呢，好像也差别不是说很大，但是你就容易去忘掉了啊。两腿是进行一个打开，胳膊的话呢，就是拉出来之后呢，往侧边推出去就可以了啊。这里也是要往侧边推出去，然后它的这个里头有个蓝色部件，这蓝色部件的话呢，请在这个时候把它往上面推啊，往上推一点点呢，就是让它能够从这个地方探出来。那头的话呢，也是往上推，这样子整个胸口呢就往下压下来了啊。手臂的话转下来之后啊，这里翻一个90度，这个肩膀这里的变形跟刹车稍稍有点不同啊，稍稍一点点而已啊，其实都很直觉的。然后呢，把这一个屁股的话呢，往前面呢给放下来啊。那最后的话呢，这个背包的部分呢，两个压起来之后呢，它这里是有一个凸啊，这里的话呢，就是一个透明的，黑人透明人跟一个正常的黑人的一个组合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肩炮的部分呢，我建议把稍微的往下面推一点点，做出一个就是肩炮的一个造型。那么我们这一款 Crankcase 的变形呢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那它的武器啊，这个手枪透明部件，它这个武器的话呢，跟这个是同模的啊，只是说有没有上颜色而已。我们就把它给拿到这个右手啊，右手。那左手的话呢，则这个 bumper 这个地方往下面翻下来，它两侧造型不一样啊，很明显这边就是偷胶的。那这个镜头从哪边带就看你，像这个官图的话呢，都是握在这一手。那因为它照相的时候都是从这边拍过来啊，所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要照相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好看的那一面呢，呈现在镜头前面，就变成这个形象。那我们就直接的呢，用这个人形的两个做个对比。头雕的话呢，可能这一款会比较符合主流的审美啊，这个英俊小生的样子。这一款的话呢，就是这个主要是这个脸部好像食物中毒的这个橘黄色，然后墨镜的颜色跟脸的颜色太过接近了啊。那么肩膀的话呢，厚度差很多啊，两者的肩膀设计是不一样的。那这个刹车的这个轮胎是朝前还朝后啊？其实我不太记得了，就各位可以去看一下。你要摆正好像也是可以，轮胎在前面吧，我们这一期就这样啊。然后武器的话，它这个透明部件，那武器的收纳我已经提过了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高干一点。那你看这个胸口的厚度，罩杯的大小的话呢，刹车明显要往前面突出很多。就是因为少了这一节的关系，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呢，在人形状态下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胸要大一点，你可以这样做一个摆放。但这样看起来很像这个《核力战争》的那个探长啊，感觉这个方方正正的这个胸口啊，像是这个吉普车头一样就非常接近了啊。那我们还是把它给拿下来吧啊，就既然已经设计的，各位这多一个选择啊，各位多一个选择可以存放而已。然后它的一个背部啊，就可以对比一下了。这个就是一个真是背包造型，这个呢则是一个两片翅膀的造型。两者哪个好看的话，这个我觉得是有点不相上下了啊。那以这个下半身，则差不多都是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那这个红色脚底板，跟这个感觉这个红色是感觉山寨感比较强就是了。Anyway，这两者呢？认真去对比的话，我觉得吧，如果你考虑到 人形的美型度来说，刹车确实是比较好看，但是你这个内涵不是这个就是内部的看不到的一些巧思来讲的话，其实这一款 Crankcase 是可以可玩的点是比较多的，比较多的。那选哪一个完全看你个人的偏好。如果是我只能挑一个来玩的话，可能我还是会觉得这一款会稍微小胜出一点，主要是它的这个武器可以插到胸口，然后变成车子的一个 bumper 吧啊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听到这边。那顺便的话呢，就最后用这个 Crankcase 的几个合照。那它的这个变形的话呢，就是这个什么，它的 Crankcase 的变形，跟第三集的这个 Legion 级的变形呢，思路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。那当然，我们也很期待说电影 SS 系列呢，终于要推出这个应该是 Deluxe Class 的这个短柄斧了啊！终于恐惧小队三人有机会呢凑在同一个等级上了啊！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讲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
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